非常感谢，在我整个回国的历史当中，大概经历了半年多，包括后面的九十二天，我得到了很多民众的支持，特别也得到了亚洲自由电台他的很多职员记者对我的不断的报道，以及他的很多观众始终对我很大的关心，我表示感谢，向大家共贺新年好，新年上车了，嘿，好，老冯上车了。这个老冯现在这个心情怎么样？现在的心情还是非常平静啊，还没到的那个中国自己国家这个境界上。我要把我的那个在那个日本航空公司要允许我登机，才可能意味着我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去。你可以等那个日航要允许我登他的飞机，大概可以。こちらにも見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那你回到上海以后，准备向大家怎么样传达你的体验呢？应该说，我希望像这种事情应该过去了。让今后让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自由地回到自己的国家，以及自己的出入这个国家，也不要在任何一个地方上是入住这样。所以我认为这个事情，作为一种历史，并作为一种历史的。但最后我还是看到了中国政府，他通过大使馆来做这项工作，应该说中国政府他。哎哎哎，再见。飞机已经起飞了，已经离开了日本成田机场。